9月10日，李亚男在自己微博上传一张照片，并配文称：“今天小公主陪我一起工作，她很乖。”照片中的她身穿白底波点开衫，秀出孕肚，轻抚肚子，一脸幸福。这也是她正式公布孩子性别。据悉，2014年11月19日，王祖蓝向女友李亚男求婚成功。二人于2015年情人节举办了婚礼。7月13日，王祖蓝微博宣布妻子李亚男怀孕喜讯，王家有喜。妻子随后转发晒出 B 超照并配文：“今天是我们拍拖9周年纪念日，很兴奋感恩可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宣布我和祖蓝将迎接一个小生命来临。”网友纷纷表示：“好幸福呀，亚男真的好美丽呀，美丽的妈妈。”